为你所动，刘兆玄、周杰伦、张宇威、吴景瑜。Thank you。王匪楼来嘛，是不是没有我拍不到的东西，你知不知啊？好，今天讨论题目就是歌手唱歌了怕被嘘，是不是？球员打球的上场的时候当然是怕被黑道盯咯，那到处都是黑影床床，球员上场打球的时候能心安的打球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已经讨论这个题目了吗？啊，其实在台湾打球也很可怜，职棒的明星啊，一个月35000，你干脆去卖便当还好一点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讲出来真是可怜了，头的手都快断了，才6万块，干什么东西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偶像团体 balance 一下，他们唱歌呢有没有被观众嘘过？我先嘘他们一下，嘘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你们就不要再嘘他们了啊！我们欢迎黑轮海，欢迎他们。嘘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有天你未来，如果想我就要来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唱会，我们是黑人海，黑人海。大家好，我是团长，我是这个团体的团长，也就是老大。我是汪东神，你也可以叫我大东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团体里面长得最帅，长得最在漫画里面走出来的林亚伦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陈一郎。陈一郎，现在开始，为什么你不是说好穿红色的吗？怎么穿黑色的？我们现在要开始唱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不是，没有，前面已经唱完了，我最后已经唱完了，你迟到啊，我迟到，没有啊，你不是约我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三个是不是比你早到？对，刚刚我们看 VCR 嘛，我刚刚已经唱了，我迟到，不好意思，所以你迟到啊，我现在干嘛？唱歌好了，没有，你自我介绍好不好？你自我介绍好了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最帅。最有人缘。即将成为京城五师弟。我吞下去了，没吐出来，很乖。漂亮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吴尊。那我想说，一开始我们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